这个老包女儿，我们去左边打她一下。寒冰上单，我服了。哎呀，我天妈呀！寒冰上单呗，俺们出门哎就赚了60块。再来瓶血瓶。出门获得了60块的优势。梦魇稍微有点亏啊。不行了，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，兵丢了，大哥，这下路这不玩不了了吗？完了，三个兵全丢，还行，我吃着俩。哎，60块，我再图你一下子。他们俩好像要升了呀，这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他们俩升了，我们可不好办啊。后撤一手，后撤一手，等俺们升完，升到三吧，等三级的，等三级就能秒人了。魏因有魏仪，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尽量是点一下。对，你躲一躲，等个三级就可以打了。这不补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兄弟！我吐你一口，好，马上三，你这血也太少了，兄弟！这怎么打？这只能我单秒他了。这是怎么死的呀？还行，点呢，就走个位就可以了，别让他扣上你。哎，好意。哎，一换一可以接受，这波二换二，我看看俺们出个啥啊？黑暗封印配小皮孩。二换二还行 ，ADC 拿俩头，他们家是辅助拿俩头，俺们血赚。上路已然是0-2了。这梦魇儿。你怕啥呀？就杀这火蓝来。那梦魇跑什么玩意儿了呢？ Nice， 也死了。哎呀，双杀不错，推呀，推线儿啊！又是一波二换二啊！又是一波二换二，行。看着蜘蛛来个什么，蜘蛛先来个这个。你的 E， 我没有 E， 我变的人形态跟他打的，我上哪有 E 去，我那 E 都没有了，我害怕他们贴不着他身，伤害少一点，我就算了。
银头给你拿，小伙子。这蜘蛛辅助不行吗？其实我想拿几个银头的呀，这唯银五个银头差不多了吧？唯银五个银头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拿银头了。这唯银已经差不多了，银头已经拿的差不多了，兄弟，我吐你一口。唯银为什么不敢打？唯银为什么不敢打？没事，我有这小蜘蛛。可以，包女正好死了，回家。这把先来一个美甲的窃魂，有点贵呀，这么贵了吗？蜘蛛应该不需要面具，我们来这收割者吧。其实腰带也可以。我 A 死他，兄弟！漂亮，兄弟！这小配合啊，其实是可以的啊。这包女咋的呀？不包女啊？啊，这包女咋的？这包女，哎呦我这包女，我有小蜘蛛啊！这怎么扎着我的？来个法师之靴，去中路帮这蓝刀赶开一波。来了，兄弟。我累了。哎，我帮蓝刀锋赶开一波，你小心点啊，我一会儿再来。俺们俩要杀就得先杀的火蓝，知道吧？这一手美甲的窃魂卷，跟我追！帮他扛一下，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靠你了。维恩现在肯定很慌，所以我们趁着他特别的慌，我们帮他推一波线啊。1750，在这等一下的火蓝啊，先插个眼儿。操！哎，这个小兵是真恶心。我们躲进草丛啊！这就是一下，这小火蓝，你知道吗？这小火蓝被我捆着就是一下。
女警被我捆着也就是一下，想往里放夹，那你得站小兵后边。狙我！哎，好，可以，兄弟。哎，咱俩继续推吧，来来来来来，继续推。那你走了，我单秒的，好吧，我单吃的，假装打不过。哎，哎，回家了，无敌了，在我这出美甲的窃魂卷，小伙子。哎呀，美甲的窃魂卷。我这小推推棒，火蓝真惨，俺们家的寒冰更惨，还不抵这火蓝呢。我就把这鳄鱼给他杀了去。鳄鱼为什么好下回疼啊？他是感觉到我来了，可能他是感觉到我来了，你知道吧？等他一波，看看这鳄鱼下不下来，看看他到底是下去还是上来，先蹲他一波。下路没看见他，他应该就是来上了。如果他到现在还不来，那说明他可能是去下了。这鳄鱼怎么来的这么慢呢？好像想杀我呀！这鳄鱼，我看一下打的伤害什么样吧，我就能分析出来我们到底能不能杀他。炸他一下、啊、还行，这是有骸骨的情况下啊。哎，小伙子，杀我那可不行哟。生气了，不补了，这刀不能再补了，我们跑了。下一件装备我们可以出一个我直接来个这个先，把穿透给他拉满。他没魔抗，他都是护甲，他打的寒冰他不都出的护甲吗？我们家这把正好少点 AP 伤害，你知道吧？兜火箭腰带，火蓝在哪里？找到他，别让我捆着啊！不好意思，捆到就是一套。下去找女警的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这没看见我，我感觉他好像还往前推了。找他一下，
有盾。找一波包女啊。找一波包女。这火蓝还不知道自己要死了呢，这火蓝你知道吧。呀，来你来你来你来，哼，我就不上了。探云手，我们那啥呀，我们杀人呢，我们又不补兵。蜘蛛这玩意儿呢，一旦起来啊，就是这种情况。那草丛里边那都没有办法进，那根本就进不了草丛，那进草丛就死。回家出装备，出一个虚空之杖。打一波就半管，你说他们俩应该会去支援，我们在这赌一手啊。哎呦啊，哎呦，我推推吧啊，很显然这边是有眼的，这火蓝看见我了，这火蓝。来个女妖吧，出完这个出个女妖就不怕这火蓝了。你能小点声吗？那肯定不能小点声，那不得给你代入感吗？这得让你有代入感呢。我扫描过去有什么眼儿？这个位置有眼儿，我在这儿开的扫描，这个位置有眼儿，不单独，好吧。我就感觉到好像是哪有眼儿，有这么阴。现在有人想突我们家围阴都没用，突不到。就比如说这鳄鱼，你看呢？哎，那捆住死了。假装走，其实不严，救命点严。杀我的小蜘蛛，是不是？在这等啊，看谁敢出来。这包女儿出来，这位置都没有眼儿，这包女儿敢过来，你看着没？看见这包女儿没？直接死，这包女儿已经死了。她，我在这儿直接跟她碰面。呀，闪现了！你啥意思啊？我就在这一站，反正这里也没视野，我看人敢过来，你他妈都不敢来，你看着吗？这红直接就我自己就在这打了。
现在打大龙，对面根本没有办法反抗。谁敢过来查眼，谁死！我看谁当出头鸟。兄弟，靠你了，我不行了。哎，鳄鱼，等会儿啊，在这儿等，别着急，在这儿等。这草丛就没办法进，别进草丛，进草丛就死了。先吐一口鳄鱼，看鳄鱼上不上来，上来直接捆他啊！跟个鬼一样，没错，我们就是鬼，哼，我们就是草丛里的鬼，谁敢来谁就死，看有没有人敢来。上半段野区已经被我所承包，我就在这一待，谁也没办法进来，我们就是鬼。看着那鱼没？哎，就是不怕死，还往里头走，还往里头走。进来一个死一个，谁敢进来谁死。维恩挺能往上冲的，兄弟们坚持住，推推棒，踩个夹吧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里藏好眼儿，把这里藏好眼儿，然后扫描把眼排了，下边的野区给他排了，上边的野区给他排了，就完事儿。OK， 这两个眼能看到敌方的动向，让我们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哪儿。这包女可能要过来打蓝啊，我们在这蹲他，等他。这里放个眼，从右边来了，在这等他。哎，这里面是有眼儿吗？那可能是这里有眼儿吧。先把鳄鱼杀了，别让他晕到我们啊！杀完就跑。推推棒，女警泉水里边捆着就死。虚区太高了，这虚区。